什么意思啊？看到消息不回是吧？跟我玩失踪是吧？可以、啊、一年几天我在路灯下读报纸的时候都能看到他，他习惯每天那个时候在街边的一角叼着根烟。有打火机吗？有时候边抽着烟他会边发些语音，说一些我不太能听懂的话，他还会莫名其妙的吼。但是当我看到他的眼泪从眼眶头流出来的时候，总觉得他和我一样是暂且孤独的人吧。他痛哭流涕后的那个晚上，我给他递了纸巾，但是我不晓得的是，那天晚上之后的一切都将变得不再普通。他拉动我的手跑了起来，我陪着他找了一夜又一夜的公共去哪儿了？电话亭。我们那几个晚上去了好几个电话亭，虽然刚开始我根本不晓得为啥子我们要找电话亭。在绵阳这个城市，只能说哪怕找到一个电话亭都非常困难吧。行吗？他说那个城市有个公共电话，可以打给一年前的自己。你为啥子要找电话亭啊？你不知道你们这儿有个电话亭，可以打给一年前的自己吗？到底有没得？我也不晓得，或许真的有吧。抽烟吗？抽烟吗？那段时间很疲惫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。但自从有一天开始，他就永远消失在了那个霓虹灯下头。没有他的晚上，为啥子我还会不自觉地奔跑呢？在路过的所有公共电话上随便拨上一个号码，如果绵阳真的有个公共电话亭可以打给一年前的自己，我真希望打给自己。喂，别在晚上看报纸了。
action 不到的点。